爪爪 ，Hello 司空 ，Hello 飞斯 ，Hello 熊仔 ，Hello 飞线吗？晚安。我有点太早开了，但是，对，我有点太早开了。Hello 金江罗斯。Hello， 晚安。哇，太早开了，有人要来看我吗 ？Hello 阿福 ，Hello 娟姐。Hello， 晚安。Hello 喜剧之王。哇，在座的大家都是新朋友，新观众。Hello Rizzy， 大家晚安。哦，有了，狗狗出现了。Hello CJ 103 ，Hello 不问世事事事。Hello 没事，晚安。这边是太早开的高原区，太早开了，没有人要看的高原区。Hello 堕落天使，怎么会有太早开的问题？太早开然后没有人看的问题。我今天应该是要直播的吧？大家记得吗？我今天要直播，我改了，我改了直播时间哦。虽然不是现在17:30的事情，但是我开了，因为我很无聊。Hello 吕小薇 ，Hello 新鲜柠檬 ，Hello 金银宁 ，Hello 二师兄，大家晚安。请问有人记得我今天是要开播的吗？应该有吧。Hello 网吧 ，Hello 大家 ，Hello 哼哼哼哼哼，晚安。皆さん晚安です。谢谢新鲜柠檬的热爱心气球，讲成热心了。Hello Bruce Lee，Hello 草莓姜 ，Hello Kid Jimmy。Hello 七桃狼，什么东西都没见，什么东西 ？Hello 见狗，什么？突然，哈？你之前进来是讲这个吗？哦，不是吧？Hello 一池兰 ，Hello 只求一醉 ，Hello 有哥 ，Hello 包子 ，Hello 功夫杀人机 ，Hello 老沙 ，Yeah，because I'm so bored。Boring， 对不起，英文很难，算了，不讲了。Hello， 钟勋、云婷、史努比、晴天、毕留明、林 MJ、Kim Song Lo， 什么虾皮直播没有？我没有看。哈，虾皮直播现在 ？Boring。无聊。Hello 拿铁不加糖 ，Hello of Channel，Hello 西恩，你还在看西雅游记？虾皮是现在哦。哦，蛋糕是不是？我没有吃啊。Hello 不惑老林 ，Hello， 晚安的，都没在关系。因为没有我，哎，谢谢勇哥的仙气草，谢谢你的枫叶，谢谢不惑老林的枫叶，晚安。Hello 阿翔 ，Hello 666666，谢谢勇哥的仙气草。哦哇，怎么开掉？你的狗狗，我刚看着你的狗狗，我想说你的什么狗狗？欢迎，恭喜你，包子会员二咯，看见咯。Hello 景悠 ，Hello 仔仔 ，Hello YC，Hello 反丹，谢谢勇哥的幸运四叶草 ，Hello Sky，Hello 周巨侠，大家晚安的。
边是因为很无聊，所以提早开，但是没有什么人来看的高圆圆。Hello 夜雨初风 ，Hello 夜幽风 ，Hello 静秋水，谢谢龙和阿翔的掌声鼓励，谢谢勇哥的一封信。Hello Jeff 6106，晚安。是不是大家都在看直播啊？糟了，是不是大家都在看虾皮？哇 ，Hi QK。窗开哦，你在看我，谢谢。什么虾皮？虾皮直播，就是对直播。谢谢 Sky 的爱心气球。哦，不晓得，我不是都这样吗？Hello 吴光雅 ，Hello 刘德华 ，Hello 南方七夜 ，Hello 小乐。谢谢老沙的爱心气球，所以那个要 APP 才 App 才能看哦，我不知道，我没有看，那个要 App 才能看哦。Hello 奥银房绿 ，Hello 塔卡姆拉 ，Hello 远景。我的眉毛太黑了吧，这个，我头哭。有的，今天心情好像不错，普通，还行，普通还行。Hello 大头 ，Hello 冷奥兰，还以为我画画心情是很不好的时候，可是我画完心情就很好了，因为很好看。给你们看，它现在长这样子，因为我不知道旁边到底要怎么办，所以就变成这样子。在哪里啊？在哪里？在这里。你有看到吗？你看得见吗？给你们看，放大。但是我觉得很可爱。Hello， 志祥。Hello 海洋 ，Hello 八神，谢谢外地，谢谢 QK 的枫叶。今晚不是要吃蛋糕，应该没有，很难呐、啊，很难，很难，这样应该可以算很难吧？Hello Sunny，Hello 元丹燕，哎，丹燕什么丹燕 ？Hello 安巧 ，Hello Sunny，Hello 阿北 ，Hello Carrie，Hello 五五。所以我画完心情很好啊，因为很好看。Hello FBI，Hello 亚麻路。我本来想要画个什么锁链之类，但是我画完之后觉得不好看，我把它擦掉，然后就不知道怎么办，我就画满了我的那个小朋友、小精灵。Hello 坏坏 ，Hello 啦啦啦 ，Hello 亚麻路 ，Hello 李宝 ，Hello 李宝，塑胶洛迪洛迪宝 ，Hello 福福猫，可以的 ，Hello 杨雄 ，Hello 单纯，应该还是可以说吧，还是有资格吧。Hello 四红 ，Hello Boss，Hello Google， 惊喜。对耶，可是我不想动它，它已经就到这了，惊喜哟。
而且我本来是想要把它就是像我之前的画那样子，就是把它涂黑，但是我发现这个我没有办法涂黑，因为它现在很漂亮，我觉得涂黑就已经没了，所以就这样。Hello， 欢迎战士 ，Hello Mustache， 不是欢迎战士，豆粒 ，Hello 世宇 ，Hello Kevin Ren，Hello 洛克。Hello 家君 ，Hello 笑笑 ，Hello 大家，谢谢洛克的我来签到，好可爱。Hello 了心动，新麻辣吃到饱，还好。用铅笔，就这样啦。哎，我很白，好不好？没礼貌。谢谢 Yomely， 因为我觉得这样就很好看，他现在这样已经是最完美的状态了，真的，我不敢再动了。Hello 林果 ，Hello 代代，已经可以下一页，下一幅。好酷哦！我第一次好紧张，忙啊忙啊。林果，你怎么每次我直播都在忙？哎，我的下下夜是他哎，为什么是他 ？Hello 五月 ，Hello 浩一 ，Hello Roger，Hello 冰冻 ，Hello 浩一，林尊重的丑，紧张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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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偷拍啊！好欸，赞啦！很酷欸，很厉害欸！我第一次画心脏，不是紧张，我第一次画心脏。其实心脏这个东西，我就是已经最近一直有想要画，但是我一直没有实际，所以我今天就很无聊，今天就想说，那不然来画画。虽然跟想象中就是旁边的东西啊，就是有点不太一样，但是我觉得心脏很好看，所以我心情很好。Hello 奇儿是奇儿 ，Hello 小易，耶耶，快点快点称赞我！不怎么画花，因为花很复杂。有啊，我有画啊，我画啊，有吧？所以谁的心脏不见了？你们赶快去检查一下。嘿，晕船的各位，赶快去检查一下。不行啦，不行啦，那应该会错吧？会错哦，会跟实际看到的长不一样哦。我还一直在想说，我应该要去问张凡凡，我有没有画错吗？这样子。Hello 卡鲁，但是我只有传照片给他，然后他没有说什么奇怪的地方，我也没有特别问，我想说哦，好像那应该还好吧。Hello 谢谢 ，Hello 洛克 ，Hello 卡鲁，晚安。对，心脏，你有看到吗？福福猫，你有看到吗？给你看。很漂亮，自己说。Hello， 苏云 ，Hello， 大家，云南长晚安的。大家，我今天画图很好看，但是我今天眼前非常的丑，给你们看，这是什么？这边倒还好，这边是什么？请问，应该不是买的是没有？Hello， 烂客，没有，我去找图片。退多远？
我不知道，有吗？我在吗？我可能不在。不在。哦，哦，我在，我回来了。Hello， 美图。Hello， 猫喵熊。Hello， 情怀。我看到留言吗？我看到了。手机调高，真的假的？哇 ，Hello 子。乱，真情卷的死。哎，我看到了，谢谢。没有，我没有看过探吉本探。没有没有，站起来。今天还好，还没到站起来的时刻。Hello， 强森 ，Hello， 玉超。晚安，谢谢玉超的幸运四叶草。Hello， 罗纳五度。为什么六黑？什么六黑？有养猫，有养兔子，有打算养什么吗？我很想养猫，但是宿舍不能养宠物。小黑，你的蛋鸡好哎！人需要就要拿高手机，对，他就连上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Hello 飞鸿 ，Hello 黑加仑，可能高一点会比较。比较有讯号。Hello， 肖，谢飞鸿的一封信，还有行李箱。谢谢 Emily 的 Pocket， 谢谢。晚安，你能说晚安的？谢谢飞鸿的告白气球。Yeah， 恭喜 QK 升到白银。谢 QK 的一封信。啊，你有问题请说。什么问题？那呢？蛋糕城堡，巧克力蛋糕城堡，巧克力蛋糕城堡，什么巧克力蛋糕城堡？什么三倍数？我没有跟到那个部分。Hello Jerry Catch。Hello 六。阿六啊，巧克力城堡，你说？你说那个吗？那个他叫什么？珍妮佛罗培兹，他叫什么啊？的那个吗？你说我上次放了一个背影的那个吗？上班好的，我还没消毒，但是我没有拍很多，而且我也没有什么试衣服之类的。Hello 三六八一九六四，谢三六八一九六四枫叶，谢玉超的行李箱。
酷哦，我还没修图，有机会会的。怎么样？你要踩一点吗？好啊，我发。谢谢 Hiko 的红玫瑰。怎么突然想到改今天直播？因为那天有事情啊。那边很大，没弄陪。我没有去他的花园，我们只有在城堡里面走而已。七秒，要跟我七秒，快点，你跟我约好。不想上班，约好咯。小 IC 的枫叶，酷啊！丢。丢他！啊！大家要不要跟我七秒约好？七秒。想画画，但我已经不知道画什么了。我记得之前有人说过想要画我眼中的剧场是什么样子，但是我还没有想到我要怎么画，所以今天就先算了，算了，然后还讲出来这样子。你们看我的画图工具：二 B 铅笔、橡皮擦。会不会都安电绘？电绘哦，我还没有画过。有啊，我有用张法法的平板画过一点点，但是我觉得不好看。我不知道，就是应该可以算有画过，但是不太会。Hello， 艾文。好的，勇哥。其实我的电脑是用来电绘用的，但是我还没有用它画过东西。好好笑。我应该按到音乐了。今天心情不错，所以好出来，也有可能。欸，我是上次那时候心情不好，然后想到可以画的东西，所以我现在不知道我要画什么。有什么可以很写实的东西？这里有很棒，就可以懂了。电绘好难耶，虽然很方便，但是我不会耶，好难耶。大概快乐天堂才不会，我开那么多次了，我什么都没想到。 Hello 健狗，真的是要心情不好的时候画的东西会很好看，虽然我今天没有心情。完全，哎，心情不好的时候想到的东西会好看，是不是？什么？不知道哎，但是我有一张猫咪。有一张猫咪，其实也没有不好。其实我很多画都是就普通心情，是不好的时候会比较好看。谢谢不惑老林的行李箱。我不知道哎，要不来找一下？我还找了蜡笔融化，你没有看过吗？就是那种，就是上面粘一排蜡笔，然后用
那个什么热气去吹它，然后就会融化流下来这那种那种画那种东西，蛮好看的。有人做成包包，我觉得蛮好看的，化妆包。有 B 宝最近 OK 哦，会来。Hello， 麻薯二号。有，最近有想到一些什么条码啊，条码。之类的，但是我还没有想到我的构图。你刚吃什么蛋糕吗？晚餐。Hello 冰淇淋搬家 ，Hello 大家，哇，谢谢谢玉超特地等我回来这样子，耶、yeah ，不会盈利啦，好吃咖喱饭，好好吃。几点？八点。快了哎、欸。嗯。那你要吃什么？突然发了，耶、yeah ！谢谢超。热的。热的什么？谢福福妈的爱心气球。Hello， 那个谁。静音，我关静音吗？没有啊，撞好撞满没有错。家里有水饺，有面，有。不想吃肉。你想吃肉？我准备吃肉了。你要不要用叫的？要啊。那你要不要看？你要赶快呢，你等一下要直播了。开到十点哦，跟你一样哦。哈，我吗？我刚才开啊。我才刚开。什么意思？为什么现在开直播？因为我本来礼拜五哦，刚好今天。对。那你为什么播八点？啊？为什么播八点？我本来就是八点啊。下个礼拜，刚吃完85度 C 的小蛋糕，哦，想吃，想吃哎、欸！旁边是张法法，手机的问题吗 ？Hello 阿福，家里剩我们了吗？家里只有我啊，今天。然后法法刚回来，哈。我八点关了。我不知道你八点播啊。我八点才到的了解啊。我不知道。
什么？不是 ，Hello 狗狗。我要在哪里播？看你啊，你也可以在这啊。啊？你也可以在这啊。晚安。其他人去记者会啦。Hello， 今天是五哎呦。那你播到十点？就有加播啊。对，是法法。今天没有播到九点半，我今天播到九点半而已。你今天播到九点半？对啊。哇，你还比我早下班。Hello， 谢谢 Boss。结束好久了，就还没回来，我也不知道他们还没回来的事。谢谢，谢谢。要啊。嗯。今天在听。我今天都在听这个，然后我开超大声，因为家里没有人。明天那个多少钱？明天？我不知道哎、欸。应该不会。很贵吧。Hello， 建谷，谢建谷的枫叶。功德心什么呢？什么东？什么功德心？什么功德心？看着悬崖。到一个部分，还好吧，又没有人在家，邻居也听不到啊，听不到吧？我的房间在最边边呢，就是一个我走去门口就已经超级小声的那种，走去宿舍的家门口。CD 播放器，它吗？我现在就是用它在播啊，只是我是接着电脑而已。我们这里也有唱片，有 CD 的，会用的，会用的，真的有在用啊。有 CD， 有 CD， 我们有很多 CD。Hello， 红。自己唱 CD 来听吗？不会啊，怎么可能？嗯，会啦，很少，超少，可能一次而已。想说已经没有设备能听 CD， 买我们单曲其实都不能听。电脑可以吧？电脑也不行吗？你的电脑没有东西接是不是 ？Hello 天天，哇，那有点小浪费的。没关系，你可以跟我七秒七秒约约。要不要啊？要不要？Hello 啊，鬼。带有光碟机才能放桌，我想说就是桌垫啊，或者是笔电的外接啊。外接光碟机的话，哇，好像也是哈，那是不是有点浪费？可是如果就当归那种药类似的药材吗？我不能吃。
原味吧，应该照理说。哈？照理说应该会有分原味啊之类的。你说羊肉卤吗？它应该是羊肉卤本羊，就是长这样子的吧，就是。这道菜就是这些东西，它有没有？是吗？不知道。对，为了环保，只好建请营运出数位带你一下。Hello 男细胞 ，Hello 肯尼 ，Hello 希拉，跳到无版权歌单。对，它是一个 Best Song for。Playing low， 其实啊，羊肉卤本卤，羊肉卤本卤，本羊也可以啦，就是羊，好啦，卤。Hello lovely， 噔。对，本娘数位展示，数位要怎么办？数位是要怎样？数位是要怎样啊？数位。我不知道欸，数位偶像什么东西 ？Hello， VTuber， 哎、欸，可以吧 ？YouTuber，YouTuber， 不想 VTuber， 你做那个皮还要先花钱呢，而且好像不便宜，是不是 ？Hello， 贤，抖内形式300块起秒哇，哇，你们好亏啊！没地方帮忙发单曲也蛮困扰的。什么皮 ？Hello 阿北，什么皮？哦哦哦，你说 V 皮吗？对啊，会出现火柴人皮。我的 V 要长什么样子？我的 V， 我一张听，一张收藏，一张送人，再来就不知道干嘛了，送很多人。Hello 啊，鹏鹏。一次买哇！天哪，这样子会很不知道要干嘛。你们家是不是大家家里都有一个很大的那个仓库，这样子专门放 CD？ Hello 北极熊 ，Hello 梅姑，我 V 要长什么样子？大概是一个很像 DMO 的样子，嘿嘿。我不知道。画一只会讲话的小黑，
好哎、欸，不要，好可怕哦！哦，不要，好可怕！送出去回收。Hello， 阿健，这样子好，好贵哦。不觉得很贵吗？都厂公司等一下，等一下 ，OK 吗？这样子。草法化 VP， 我会怎么设计？价值是需要这份。等一下，晚安。我会怎么设计？我不知道，但她一定是个黑肉的女生，因为她会很喜欢。还是男生？还是女生？可能是一只壁虎。壁虎。地鼠。地鼠。你有跟他们讲过你梦到自己变成地鼠吗？可以讲，我也忘记了。反正赵头发有一次做梦，然后就梦到自己跑，就是去那种什么异世界之类，然后身边都是一些不一样的动物，然后它是一只小地鼠，超可爱。他还画出来给我看。哇，那你是地鼠主播。超哥公司自己的吗？对啊，超哥柜子放不下了。哇 ，Hello 小日儿 ，Hello 追风，哈美肉是什么 ？Hello 建成，那你觉得我会是什么？我可能就是一颗马铃薯吧。谢谢 Hello 的行李箱。发芽的马铃薯，那要玩大地鼠吗？不行。Hello， 侯林。那个地鼠是法师哎。对，他拿着一只魔杖，然后还有一个绿绿的披肩，然后感觉短短的，很可爱。好小只，哇，你很矮耶。他说你只有这样。太小只了吧，可以整天睡在地底。地鼠会不会冬眠啊？那我冬天会找不到你耶。算了，我一年四季都在冬眠。谁啊？西门那间的，是吗？不是，不是。你说有猫咪那间吗？好像是，不是，看起来不是，时间不对。どんな話してるの？もし。VTuber になってそのキャラクターのの顔好可愛の体はどうなの？哈哈美肉是披着女 VP 的，哈地鼠，给你们看张法法，它就长这样子，超可爱的。他的 VP 就是这样子，我帮你画。你先帮我，反正你又不会画人，你画地鼠最适合。很可爱呢。要画出毛毛的感觉。还要画什么？太难了吧！临时薪水的，放自己脚都没地方放。哇，土拨鼠会冬眠，那地鼠会吗？地鼠算土拨鼠吗？我不知道。Hello 蓝熊 ，Hello 阿元。Hello， 大家。なるほど。ハム太郎，ハム太郎じゃない。Hello， 梦海。違う。地鼠，地鼠的日文是什么？地鼠。ハム太郎。他有说你是哈姆太郎。那我是什么？哦，我是发芽的马铃薯。他预计时间是18:15抵达，8:15再播。你叫什么、啊？
芝糕饭，有水库。哦，好吃的。不知道那家，我看到超少。应该不会吧？不同家。这种店都不会太少吧？它很便宜，它超便宜。那还是便当，比那便当便宜30块。哇。ハム太郎知ってたのか知ってるよ。おーすごい。子供の子供時のカートゥーン。大家那好好看。Hello 袁熙熙喽，还有吧 ？Hello 玄米。袁娜超难画，对，超帅。哦、oh, ，我刚想错人了。该转给哈瑞上看了吧？什么东西？看什么东西 ？Hello， 阿波。有一个粉丝问我，我眼中的剧场是什么样子的？你觉得是什么牛肉面吗？哦，还是我们播完去外面吃？那个是学校的。我们播完去，超远。不行，先不要。过去再花也比其他家便宜啊。对。但是那家很多肉啊。大概有15块吧。对啊。Hello， 主题曲。啊。牛肉面的话。什么、啊？どどこ始めよハム太郎。大好きなのは是向日葵的种子，我不会。Hello 月笑，你说的すごいわ。那个很厉害，那个真的好厉害，看起来真的很好玩。求钥匙，我以为是他需要放钥匙，等一下回来。然后他说：“那有人在接我吗？”他是在楼下等20分钟。他上来了。今天出门了，小心的。你回来了 ，Hello 玉人。中日文，对，我又不会了，只会前面。Hello 玉人 ，Hello 阿神。等一下下播去吃牛肉面吗？蛮想的，但是下播已经有点晚，应该都关门了。Hello 双胞胎切蛋壳的 Pocket。皆さん晚安です。T シャツ。届いた、嬉しい。やったー、もう今から切ってもいいよ。切ったら嬉しいよ。切った。不知道。谢松柏恋的红玫瑰。Hello。是啊，先是。对。
自己去搭飞机。我不知道，我把领奖的时候拿的，妈妈给我。看起来很好吃耶，这个。它看起来很好吃耶，哇！好棒哦！好棒，好棒！你要帮我付，就可以减给你200。可以啊。都不快乐了，快乐！我忘记。还好，我很这边，我还真是不想说怎么了。Hello， 雷古啊，晚安。在干嘛？烧好多东西，对。又干啦。今天跳了三。Hello， 超哥。辛苦了，怎么跟上次比少很多，又要补货了吗？多吃多吃，等一下。辛苦大学的货，好花钱。要先消耗才可以吃啊！你今天补了大学的货？嗯。什么货？零食啊。你不是还有饼干吗？还是你又买饼干？还是你要买饼干回来做？哦，到了。好哎。我的钱包在那里。我看一下我多少钱。差一点钱，这还好。哇，这还好。你的钱包在哪里？在下面。我的包包。小包包。突然觉得你是不是瘦了？我一直都很瘦。你很多钱呢，开心超。我才刚领钱，你要直接给我200块的意思吗？你说这个吗？喝的吗？我不知道哎、欸，我不知道哎、欸，其实我自己认为它是健康的，但是听起来好像不太是。哇！哇！嗯，超值的，谢谢超哥的红玫瑰 ，Hello 999。晚上晚安 ，Hello， 游戏。我跟你们说，就是昨天我们在聊天，然后就，对啦，然后就有讲到什么鸡汤之类的，然后我就突然就自己想到说，因为像一家嘛，他不是会开什么火鸡汤台？那我是不是不要这样子？那我是不是可以开一个吃火鸡蛋台？
不是吃，就是吃鸡汤，就是没有要跟你们讲鸡汤，就是我自己吃东西，就是我没有要跟你们讲鸡汤，我只是想吃东西。对不起，我是物理痴。Hello， 欢迎正式。谢谢福袋姐到头的夜战车，因为我是不会讲这种话的，你们知道。雪饼，好好吃哦，嗯，好吃哦，嗯哼 ，OK， 怎么可能念这样？对，所以我在想说，我是不是可以开一个，就是可能一个礼拜或者几个月一次这样子，就是特地准备一些看起来好吃的东西，然后虽然我一直在吃东西啦，实际上。就是让我的上班吃饭合理化这样子，超好喝的鸡汤超好啊 ！Hello 阿哲，看不出来我有鸡汤，对吧？所以我可以物理鸡汤，毒鸡汤骂粉丝。可是我不知道其他人行不行，我个人是不太行，哎，因为觉得合同台。还是买的，应该是买的啦，因为自己做的我做不出太多好吃东西，这样子，对啊，就吃播，上班吃饭本来就可以，但是也不能，就是我想要让它更合理一些，我要让它合理。Hello 阿健，哇，好大，85块，很棒。85块，你这样子给我200块，运费啊。Hello sweet sweet， 对，就是这外套的。哦，看起来很多哦。嘿，怎么样？现在85块，太炸了吧？你要用我的汤匙吗？哦哦，我要每天吃在家。给你们看，外送。哦，哎，好香，是吧？这样子85块，是啊，确定哦。一家店是卖慈善的，对，是，他是，的确是。太晚了，哦，他真的是，他是，哦，哇，好香哦。在哪里呀？在柜子啊。柜子，柜子啊。是芝糕饭，哪里呀？碗里面，哎，碗里面没有，不是，什么东西？哦，在那边。我要再给你们看一次，这样子85块，你没有看到它多大碗吗？好扯哦！不然就讲口感练出来，日系偶像必备菜。嗯，这样子，粉丝要听鸡汤口子，对啊，看我吃就好了吧。谢谢苏一苏一的爱心气球，谢富伟的爱的小熊 ，Hello 尼莫嘉宏 ，Hello 嘉君。这运费比较扯，要125。不想弄什么晚安，嘻嘻。
了米粉。哇，85块，好扯。对啊，它是芝高饭，好夸张哦！快到了，快煮下，谢谢。这个也很好吃。对，我就在想说，我是不是你觉得吃鸡汤才可以，就是蛮像这种东西？我吃得完吗？我吃不完，那不是我的。就买这种东西，然后直播就可以吃这样。谢谢嘉伦的眼睛，也这样重吃饭，快吃吃饭！你要先边开播吗？对啊。可是我没有直播架嘞。嗯，那怎么办？电脑。等一下，先等一下。Hello， 快吃！体重在就，我忘拿我的热水。大丈夫です。你知道我在说哪一团吗 ？Image Dragon。嗯？就是唱 low 的那个歌的团唱了哪些歌吗？你查 Believer。一开，怎么没？继续拼啊！已经有了吗？上，是 believe me， believer 呀。那个，嗯，我听哎，嗯，都涨价了。Hello， 人好。这样开吃鸡汤台会有职业伤害吧？不会吧，就是什么鸡汤台？因为我在想说，昨天就是在聊天，然后就有讲到鸡汤的部分，然后我就想说，我是不是我有点难欸，我是不是我直播的时候有点难？然后我就在想说，是不是我可以开一个吃鸡汤台？然后就是开来吃东西这样子，就是我没有要讲鸡汤，我只是想要吃东西。超好笑！你觉得怎么样？你觉得怎么样？什么时候有了？我在的，就是这首歌。这团就唱 low 的歌，好几首。好哎、欸，难怪就是那一首。对，奥数，难怪好听、啊，是吧 ？Hello， 南方凉拌。超级什么都没有挡到。对啊，但是你要过来一点吗？过去。嘿，然后你再。Hello， 最近マルに会えた？明日会いに行く、会いに行きます。我要口红。吃鸡台跟着。你要用我那个吗？那你要帮我擦。对啊，你帮我拿一下这里。看看这个。先开播。好听的、欸。我不知道怎么，它好 Q 哦。我不知道从何开始吃。很想吃一口饭。这里。等一下，不一样。高圆卷的大头。等一下，不一样。マルにヨロシクウィ。マルに言います。ハリュウさんからヨロシクって言ったよって。他一定会觉得我很奇怪，他一定会骂，然后你走掉。Hello， 瑶。杨爽，对不起。嗨。好像不用了。用吗？嗯。还吃啊，还吃啊！我今天考试考了三科，其中一科我决定放弃，明年再来，就是一个不错的投资，是真认真的。然后
我那一堂我就全部猜 C 啊，然后讲要理所当然一样，我全部猜 C， 然后猜完之后在考卷背面画答案，然后画得很漂亮，然后交卷才把它擦掉，觉得好舍不得哦。哭吧，谢谢不惑老林的掌声鼓励，谢谢 QQ 男子送的枫叶，这看起来不这么说词对不对？这个肉这里有一大块一大排都是瘦肉，那刚刚在看，这里一大排是肥肉，你刚刚不跟我说了吗？然后这边便当盒很厚，这么厚的饭，带有这么厚的饭，然后上面再挤出一堆肉来，还有菜，还有香肠，还有卤蛋，这样八十块。林果也有贴一张图片，一张贴图给我、啊。林果，林果，林果。林果再贴一次，摸摸，起家了。林果呢？你在吃他的？他很吃完才吃完披萨 ，Q Hands 刚吃完披萨。我的天哪、啊，披萨好奢侈哦，我觉得。嗯，披萨好贵。他在走路。可是刚刚林果贴了一张贴图。肉段。掉了，哎呦喂，掉了我的脚上，时间到了，贝斯，晚安。贴啥就是贴，超 Q， 你要不要吃一口？好，超级有嚼劲，超级没有错，就是这张油而肥而不腻啊，还是什么油而不腻？怎么讲这句话？四八用四八八那个优哦，他也用优惠啦。我们其实也可以用优惠，我们还有两张优惠，要不要吃披萨？大家一起吃披萨。我女孩在耶。对啊。做优惠券弄的东西会不见，然后就会想到那个捷运直达的广告。多么找不到优惠券。噠噠，不用找了。对，求姨妈鸡，好棒、哦。勇哥 ，Hello， 两个副餐跟两张九寸的，还好啊。什么？你这样来说是蛮便宜的、啊，但是这个东西本身是高花费的东西。对。Hello， 晴天。390以下的口味。Hello， 令人绝望。前面给你家的生日餐决定是必胜客，超级谢谢你生哦，爸，来这是一家生日哎，爸，糟了，坚果的手，而且我明天不会回来这里，所以我想说今天要庆祝他生日，没有，我们没有今天要庆祝，你要明天哦，晚点，明天吗？是这个晚点吗？还是那种几点后？因为就是过完彩排，过完比赛这样子，放松眼就一家生日快乐，还轮不好一家生日快乐，对呀、啊，可以吗？小妹先哭，他十一点要开，他十一点要开，嗯，可以去找他，嗯哼。不会老年胖哦，胖子的声音是，对啊，超子超十一月生的，啊，好酷，你要确定？还不确定？谢哈鲁送的十一月守护徽章，谢哈鲁送的，看不看是一点气球梦幻星座，谢谢接送的 hot pad。嗯，季风亮安，我今天考试前在听这个，不是这个 Enemy， 好失望，大家都在看哪一张哪一张哦，放弃了的舒服、啊、20号会上后面三集，很快了吗？我是要在公演了，你不是要去公演吗？对，那我可能会先干完。不行，你要等我回来。你可以没跳，你可以没跳的那几首，然后就可以看了。
那我的背景音乐会是肩带关不住，超大声。对啊，哎，勇哥说四黑变六黑了，谁？你猜加了谁？大胖哥林嘉玲。不是，都是被我包了的。七七啊？不是。哈？我们是小黑跟探吉。我还想说是人类吗？是小黑跟探吉哦。谢谢谢参展。最近应该很多人都在复习。小黑有，为什么？小黑，小黑全黑呢。还有啊，东尼啊，哦，明明就是七黑，乌咪乌咪八黑。对啊，还有吗？要找宿舍组一起看吗？哦，宿舍好看的，给我去看。百合好像哦，好看。哎，他的作画超精致，虽然是我不知道这东西到底有没有，就是这游戏氪不氪金啊，但是他钱超多。我本来是没有要看，但是张佛法疯狂的推坑，好看！我直接躺在旁边看，他就必须得看。对，他就是一直逼我看，然后因为他已经我知道他已经看过，他是开给我看的，我就好吧，看一下。而且我说过很多次，我很喜欢那种就是那种补全设定的那种东西，像是官网的小说啊，官网的种种资料都去疯狂的去爬这样子，我就喜欢看那种考据类型的东西。东尼谁的？东尼是熊妹阿姨家的，然后熊妹现在住在阿姨家这样子，所以她基本上是跟东尼睡在一起，每天。奥数的画的很精致，就是对，因为奥数，我有一个美术很厉害的奥数前室友，然后他就截了一个洞，剖现实的一个洞，然后就是有一个女生拿一个油画的那个。尖尖的那叫什么？笔，哦，那是笔哦。画笔，刮刀，刮刀，然后之类的。对对对，画画，它每一个笔触那个下颜料下去那个厚度啊，哦，那个线条啊，超级精致。哎，我要考。你东尼は猫です。クマちゃんの阿姨，阿姨是什么？口红。クマちゃんの今の家の猫です。ハロロロリ？哪一个？口红。ハロ小易。可惜没 Netflix 玩，你可能在其他管道可以看到了，应该。哦，还有志龙。九黑。志龙谁的？平寒呢？平寒。的朋友不知道，我不确定。志龙我很不确定。我们是不是可以直接十三黑啊？就是全部只差那个了，偷拉。对，偷拉不是黑吗？偷拉跟卡瓦，还有麻薯。哎，好多猫哦，草组真的是猫草组，我的天。我家有熊熊。对啊，还有熊熊啊。你什么时候要放你的熊熊出来？哦，你有放过，对不起。我爸上奶奶。我已经养过几天。你还朋友的？你说熊熊吗？苏瑞玛的故事。苏玛，苏瑞玛。你要不要先插个嘴？可苏瑞玛我超不熟。TP 根本动物人。苏瑞玛只知道有几只动物，像什么？苏瑞玛是沙漠那个吗？狗头啊，龙龟，拉姆斯。龟不就是拉姆斯吗？对。我怕你不知道在讲谁。猫草的。然后雷尼克顿什么飞升仪式之类的，我不知道。欧巴桑，对不起。而且苏瑞玛的那个在手机里面的游戏的英雄出太少，还没有来得及。对，他角色很多，但是游戏里面的手机游戏里面太少，还没有去了解，还没有那个能力去了解。哎，猫多到可以喊口了。智龙。可以吧，熊熊啊，小黑。我现在是柏林家的，可是我家之前有一个，有一只熊熊。你的熊熊比较早吧？放我家玄武，只是没有放出来。玄武哦，也可以啊，可以吧？玄武，哎，玄武好帅哦！等一下，风铃草改写猫草。Hello， 沙鲁阿奇尔很好用。林尼克顿跟拉姆斯，你就选哪一个？
好。维尼克顿跟拉姆斯还是拉姆斯？我以为你喜欢挖泥。可是因为我没有玩挖泥、啊。阿奇尔这脚很帅，可是很难操作。阿奇尔是那个，是那个有翅膀。造型的就是那个封面照是从下往上拍下来的，晨晨的狗也叫熊熊吗？我那时候我想说谁会叫，一开始是我们家那只，然后我妈叫它熊熊，我想说到底谁会叫自己家猫叫熊熊，不同组不然叫一只哈士奇叫什么小白兔算了，那种感觉。我们是 CAT48 定题。看不出来，看得超黑的，超红的，就是很暗。熊在的照片，我有碰过一次啊。你妈不是有传给我？我没有存啊，那很久以前的。你为什么不存进去？那时候没有什么进去，有点丑，一些丑照。你说熊熊的吗？嗯。OK 吧，我都放马鲁了，我都放兔子了。很久以前的，真的很久以前。那我要叫马鲁还是小黑啊？小黑吧。小黑。你比较喜欢哪只就哪一只啊，那肯定是小黑嘛。抱歉了吗，但是你有点太失控了。Hello， 黄黄的很像鸟。我放过熊熊，可能是因为那只被领养走的猫，但听说就是我妈还会去找它，还是有机会看到它。やっぱり黒ちゃんかわいいよ。然后就有拍它进之前有拍之前一年前吧，拍进那时候近期的照片。对。可是我没有存。猫咪取名叫旺财，然后狗狗取名叫猫吉，好棒哦！啊，开场可以不喊 Tiger 了吧？我们可以喊智龙了吧？猫咪，猫咪，猫咪，太多，等一下，不是名字吗？反正猫也是 Tiger 也是种猫。哎、欸，对啊，小迪家养了一只兔子，哎，好可爱、啊哦。现在吗？对，酷、哦。最近什么颜色的、啊？有点米。嗯，那叫什么？我不知道，它叫笑笑。它叫什么？广东话的笑笑。嗯哼，是吗？欸、不是星星啦，星星，对不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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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星。为什么要笑笑？谢谢若离送了枫叶会员，谢谢宝宝会员。星星，对不起，笑死。星星啊。是那个星星吗？不是，是星星的星星，天上的星星。星，星星。那我笑笑，桑桑，嗯，听起来很松，什么意思？就那种蓬松一坨球这样子那种感觉，很可爱。不啊、小小，它很小。这些不惑老林尊重了我。我最近都玩凯特琳，我知道，好赞哦、喔，他好烦哦、喔，因为成为被爱的小蛋糕。好哎、欸，等一下，伤心哎、欸，不是这个伤心，谢谢不会老林送了红玫瑰。那时候就我姐每次都会看马鲁，然后就对他马鲁，你是马鲁，好马。爸爸，哎、欸，云爵，哎、欸，不要打我，我打他墙上的照片，他打我的大头照，因为一开始头上有一颗白色的爱心，好可爱耶，下次就这样叫小迪的兔子，刚好在这里，刚好哦，要拿一点问号，哦，桑桑，不是你说笑笑吗？好，阿耀给我闭嘴哦。Hello 耶、yeah. ！闭嘴！
做不太后果，你走不下去。大家张头发开心的时候都会这样子迷之抖动，你们就知道他现在有多开心。不就是日文历史啊？对啊，偷啦！跟大家说，偷啦不是第二段的吗？这是根绝大腿。啊！怎么一时楼上突然开始施工？对，他们有时候会突然这样。后天要量体重。对。对，后天要量体重。这个比较好吃，多好吃！快乐。然后电脑版是会加两条龙啊，什么海克斯龙跟那个生化龙。嗯，一个是左文字科技，一个是蓝色的。世界赛曲点播吗？没有，就是 Best Song for Playing Low， 就是。是就是对不起，好了，不然下一步我们就养猫顺序就叫就照着那个 mix call 的那个顺序取名字，现在这叫虎了，不行了，谢谢阿福送我红玫瑰，我应该与情台料到有些成员很瘦，居然料到我很瘦哎、欸，什么意思？他说有些成员很瘦，然后就聊到我，是聊到，但没有说他很瘦啊，什么意思？碳水加油水有吗 ？Hello 老体重会破盘，没关系，我觉得体重破盘大概还有超级多公斤。为什么会接到卡叫？我瘦到不行。Hello 淘气小子，我的纤细的手臂。Hello 玉。Hello 魏。你可以去看我的 IG 就知道我多瘦了 ，OK 啦。看高允觉得 IG 就知道张老板多瘦。看我们合作之后我多瘦，瘦是比较出来的。对啊，名字 Pop Star。什么 Pop Star？ 接奇怪的歌。哼，我在那边乱接。对啊，我蛮瘦的、啊。我很瘦，哇！叫什么？奥数的英文叫什么 ？A C， 我说 C， 哦，你出来一个，嗯？C 什么？还是你就打奥数？是这样吗？是不是？应该不是。是哦，嘿。但是你画质要调低，因为我是连着外面的网。好。这有首歌也不错。他歌蛮多的，这个吧。杨小看得到我，哪有只有猫？对啦，不能跟张爸爸比。嗯。对啊，万圣节 ，Oh my god， 万圣节那张 ，Oh my god，Oh my god。什么？万圣节夜配的那张啊。你有那个小腿炸出来那个。爸，你有放出来啊？我有放啊。你没有挡住。我没有挡住，我让他出来见人。这首歌 ，R A M S Y E S E Y， Ramsey 吗 ？R A M S E Y， 奥数里面的歌，一个叫 Goodbye， 那首歌叫 Goodbye， Goodbye， Goodbye，
你为什么在跟被油卡住？女孩面前不行啊。Goodbye。 在担心会不会丹姆奇可能吧。Hello 阿丹，还没吃晚餐，不能看爸爸直播。你可以看我的，我在吃零食。零食应该不算吧。攻击力不一样。你要不要吃这个？我不喜欢。我没有喜欢。七个碰奖探吉妈鲁智龙偷拉都很可爱，好多架架什么都很可爱，架架卡哇，突然又讲一个高登是谁？高登是谁？拉姆奇，拉姆奇是谁？那个厨师啊，戈登，那个很凶那个厨师啊。这样这是什么两人份便当？它才卖80几块。那是戈登。欢迎问题 ，Hello Google。好吃的肥肉，我在这边吃摇滚呢。不知道人。到一半，对啊，还不到一半，超过一半，要不要装个水？对，就是我也想要喝的意思，不是放回去吧？要不要装个水？要用水啊。这坑分感觉很爽，对它肥肉有这么大块，瘦肉也这么大块，然后还有菜，卤白菜，还有笋干，还有卤蛋，还有超级厚的饭，有够多。还有热，不是热狗，叫什么？牛筋香肠。没了。嗯。等一下。他每天都很有。好帅呀、刘明天没有，有人打成刘今天海很有个性，然后有人就来他回他说那刘明天呢？我第一次吃猪高饭吗？我之前有吃过啊，可是它跟腿裤饭是一样的吗？我觉得目前吃起来是蛮像的、啊。我没有刘海的，腿裤，我之前有吃过一个，可是它卤的比较烂一点，就是很现在刘海就长这样，很怎么讲？像这个就很有韧性，像我看咬都咬不断那种感觉。我喜欢这首哎、欸，嗯，还有现场版的、欸，真的。A Warrior 没有现场版，这个才刚出版时候。艾克小时候，就他，对，对。为什么有艾克小时候？他是一间当铺里面帮忙的一个人，然后爱做一些小发明，就这样。看到他们认识，好帅！就我之前吃过猪高饭，它的肉很烂，不像这样子 QQ 的还可以打打打，它会比较像快融进去，肥肉部分已经快要融进去饭里面了那种感觉，那种应该都很差很多，像那个比较像空肉饭。我觉得
那我那时候印象中的吃高饭就是很腻，那间比较腻一点，对，跟这间不太像。对啊，就很强。Hello， 古早味 ，Hello 旅馆。还有油豆腐哎、欸，对，他们都这样子，然后就挖到宝哎，这间。第五集他们乐团有被划进去，嗯，在地下吗？嗯，不是有个那吉他手吗？嗯，就仿他们画的、啊，好酷，好有钱哦！ MV 啊，那歌手长这样子啊？是啊、哦。嗯，好酷！谢谢旅馆的爱心气球。你猜一下，超速神速。他的美术超强的，我觉得好喜欢。推荐一下店名啊？什么店名？吃高饭吗？好吃吃高饭。哼。没有，他绝对不是这样子讲。That is real. Everybody wants to be my enemy. 不就是吗？是吗？就是刚刚那个。不是。不能吃吃看。这里面有赖吗？赖。我有传给你的一个，确定是的。可是我没有办法登录，你要登录吗？啥？就是我有赖，但是腿裤有筋有软骨，那我上次是要射到假的腿裤啊。有一个版本是有真的那个主唱那个乐团在那个背景里面的。有人说这个动画做了一年，是算久还是长啊？不知道哎、欸，长吧，它蛮精致的，应该检查了蛮多次的。什么意思？就是每个细节。第六集好像金克是发疯的时候，什么意思？谢谢小易的温收礼，你要等。我可能吃到东坡肉，再更软烂一点。欠我吗？等你的吗？你的。我吗？等我的。因为我不知道我的账号密码。啊，那你怎么用的？平常。扫描啊。来。啊，我这里就可以看。当然，你刚刚不用那个找就好，你就用你那个找，然后打上去啊。Hello， 黑森。九级做了一年多。久跟长有差别吗？东坡肉，我小时候对东坡肉有阴影。为什么？因为有一次，就是家里有那种好有一些小朋友，就是应该是亲戚还是家大人朋友，就是家里大人的朋友带来的小朋友，然后一起吃爆米花，然后就怎么得了急性肠胃炎，然后我就不敢吃炸爆米花跟东坡，爆米花是主因的，然后第二个东坡肉是因为。就是我吐出来的东西没有东坡肉，很明显的东坡肉，直接就觉得东坡肉超可怕的。不然我以前超爱吃东坡肉，中间一大段时间不喜欢吃。彩斑在哪里？把我考试画在那拍下来了，可是不能带手机。先不要，很可爱，很适合，不觉得？塞班，这好可爱、啊，这比较可爱，这好像马里奥。可爱，这超丑的。Everybody wants to be my enemy.
大 enemy。不要删掉，不要删掉，不要在前面打。前面，嗯，后面也可以吗？可以啊。然后 world 世界 world 2021。个人觉得很喜欢飞爱，个人就喜欢飞爱的，不然他以前说我就不喜欢飞爱，我叫他看奥数，然后他说啊我就不喜欢飞爱，他就不喜欢粉红色头发、啊，看下去之后啊尖叫嘞，东坡肉是无辜的，东坡肉是无辜的，我不是因为吃东坡肉，凯特琳比较正对，正当然说凯特琳比较正，但是我觉得飞爱比较好看。他把卡特琳画的有点老。卡特琳我还好，我不喜欢女生，我喜欢他们两个在一起的画面。等一下，我不喜欢女生啊。对，你是女生啊。我喜欢帅帅女生。那你喜欢我吗？还好。你不帅啊。烦死了。哇，就这个吗？应该吧。好像是吧。现在很难选、啊。维克特，维克特谁？飞很帅啊！也比较喜欢 Jinx 也很赞啊。可 Jinx 的造型超偷懒的，就是肌肉峡谷少女的 Jinx 的新造型，而长得根本就是一模一样。Hello， 悠悠，可以看看。还 Master Card 在出播出，嗯，这是什么？世界赛开幕表演，前阵子的那个。另外的动画是不是？嗨、嗯，我。山猪觉得酱面，杰西真的是在干嘛？觉得伊瑞利亚是女主角，女小中最好看的哇！喜欢伊瑞利亚的，我不行，我刚单看长相，我选不出来任何一个人。对，柏林我也还好。什么东西？就是我喜欢那种，就是我不知道，就是看过去他就是男性的那种，也不是完全男性，就是很。帅的那种。你是说伊泽瑞尔吗？我说女生。哦，你说女生是。像是蔡依柔最近很喜欢绑头发。哦，所以我就觉得她很好看，帅爆了。雷文呢？雷文。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柏林绑起来我也还好。柏林是讲话帅，讲话。你看他们在那个街道，就是画质高一点会很酷。嗯，就是现在没有办法，抱歉。再看那个普通的布景。Miami， 这首基因克斯的世界，是吧？基因克斯好可怜哦。对啊，不是他的错，其实是他的错，但也不算是他的错。是那个坏人的错，是那个坏人的错。那个 rap， 就跟刚刚一模一样。哦、好酷，哎、欸，好酷哦，长得一样呢。好酷。菲欧拉，菲欧拉也不错，菲欧拉我没有 get 到。当然伊瑞，我没有 get 到菲欧拉，我刚刚不熟。伊瑞利亚吗？刚刚不熟。伊泽瑞尔。伊瑞利亚啦。伊瑞利亚。是吧 ？UK 最喜欢伊瑞利亚那些。哎、欸，跟你说，我超喜欢伊瑞利亚的光之哨兵，可是我是为了那个造型玩过。伊瑞利亚一次，但是我根本就没有钱买造型，我在想什么，我根本就不用玩了。到底伊泽瑞尔凭什么混进女生团体？真的渣男到渣男，就是什么睡衣派，然后还有一个星光战士，对他也在里面，在干嘛？他其实是姐妹，是吗？
她们是姐妹。看到塔利克耶，有塔利克吗？哦对，那你说她吗？阿宝，等一下，我不接受。什么？什么？请谁下去？干嘛？景好正，嗯，景很年轻，小十几岁而已啊。景的景在奥数里面跟他游戏里好不一样，你就一样，只黑眼圈小了一点。我觉得很不一样，而且景可是在游戏里面还有刺青，还有子弹，他现在只有云而已。哦，是吗？嗯，衣服没那么裸露。那是手机版，没有啊。手机版是更保守的、欸，对啊，手机版没有这么裸露。有啊，一样。电脑版比较衣服是原本是像内衣这样子而已，然后现在它在这里面是一片的，看起来比较稚气，没有那么嗨怪怪的。对啊，星光。哈喽黄瓜，凉拌黄瓜，莫尔加特怎么了？因为是，刚刚觉得最喜欢拉姆斯，很可爱、欸。他的脸太欠揍了，不行。玩一阵子到伊瑞见线，那时候就一直玩他。造型真的是，我最近又去看了电脑版的造型，真的是有一个系，有两个系列很好看，但我忘记什么什么月还是什么桃什么的，我忘记什么，反正就超好看的。零花季，零花季，零花季，没有月，没有桃。零花季超好看，造型干嘛？突然造型，你是我喜欢的型吗？现在还在话题吗？还是什么意思？造型游戏里面还是看到头上。嗯，好、啊，什么意思？游戏里吧。三娜吧。进来，游戏的第一只脚才哦，是吗 ？OK。我想想，阿姆斯很可爱啊。他光看外表，我想不到哎、欸，女角。阿罗应该月下头桃。对啊，跟月跟桃有什么关系？我不知道，这到什么月、啊？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很好看。光之哨兵，我超喜欢光之哨兵。对啊，你喜欢光之哨兵哦？我觉得很好看、啊。你喜欢哨兵？就这两个系列。我超喜欢哨兵。在看什么？我在看，英雄联盟的。我们现在聊英雄联盟的。你会金牛全套太夸张，你会用吗？那个用哦，造型，还有他们刚最近出在 Netflix 出的动画叫什么？奥数。奥数，奥妙的奥，然后法术的术，对，诚意太满了。精英计划真的好，但精英计划有点我们科技感没有什么差，新就是的、嗯、有他刚出的时候我觉得哇好棒哦，就那种感觉，什么奥布提摩的真绝不凡，是啊，我有拉姆斯的冰冰，我忘了叫什么，蓝蓝的拉姆斯。如果说外形，一开始最喜欢的就是还没玩过这游戏，最喜欢的应该是艾希。你那张照片就是，啊，我觉得只看那个我没有办法选，我就不熟了。还有丹娜，还有丹娜吗？嗯，还有雷文。好太多了，不是要选一个吗？我想不到，选一个。凯尔，艾希，凯尔没有脸，凯尔连脸都没有。凯尔很正哎、欸。你以前只脸、啊、以前只会玩塔里克，被、哦、凯尔就不玩了。对啊，听很多朋友在讲，就是安卡丽啦，忘记了。不要，我不喜欢足球，足球我之前听。他是流以前很会打 LOL 的男同学们，一直讲说什么被改之后，阿卡丽被改弱超多，怎样怎样的，一直讲。我记得最重的就是阿卡丽被改弱超多，就这样。但是我想说，现在阿卡丽也是恐怖跟鬼一样。哎，好可爱哦，樱花，哈布拉，那个小青色，太美好。你要选一个，如果你去参加世界赛，你就会玩哪个角色？我玩什么都会被打人。
你要选一个你最会擅长、最操、最操作的，赢了你就可以获得1000万。你要拼了命去玩它。有。最近听说也很帅，一个黑发的少年，也不知道是少年还是怎样，应该不是少年。拍得很准，我知道拍得很准，但是就是那个看那个头像那个。哦，我觉得手机版有点太少角色，它有点限制住我了。你没有说手机版啊？但是因为就是太久没有玩电脑了。你该怎样？没有没有玩啊！把你的 Apple 给换掉。有钱啊！Hello 陈以瑞，你完全没有玩过，体验感都很。Hello 体验感怎么样 ？Hello 昆明，好玩。应该说它是个电脑的游戏，推塔游戏，可是太少了。我觉得需要有人带，有人带，有人鼓励你，有人可以陪你一起烂，不然一开始真的是挫败很大。而且是像我这种完全不会玩电脑游戏的人。像这种完全不玩电脑游戏的，我根本就什么 QW 要这边按 Q 技能怎样怎样，那边在移动，然后还要干嘛干嘛，按那些操作键，我真是超级不擅长。一出事我就直接慌乱，全部都不玩了，这样子。带去一只，不要，我跟你讲，你要带我啊？好。然后算了，太挫败了。所以我玩手机版，手机版是叫激斗侠，还不错。朋友们。不要，他们超可怕，他们排位太高了，没办法配对，没办法配对。打电脑，好像有人已经加我了。哇，看到一个 Hello， 叫邀请。带你的都在追你，等一下。哇 ，Hello 小翔，可以不要把打开讲的这么大声。Hello 阿龙，打开应该不是什么很糟糕的事情吧？是吗？我不知道啊，我也只打过一次，我只打了不到十分钟，我就开始看漫画了。我刚刚没有讲啊。啊？这曲子？曲子啊？不要。我只是看漫画而已。OK。Hello。Oh, there is a ring. Everybody wants to be my enemy. Enemy.哼哼，你看，你觉得很奇怪的时候，那个萨雅，不是萨雅啊，哦，不是山娜，山娜，嗯，莫名其妙，还倒带，他的每一次出场都长这样，重播嘛，哎，好帅哦，哪部分？这样子。这个240P 你说帅，刚刚那样，他们觉得亚素太有喜感，不知道为什么觉得好吃好笑。亚素在那边抽地界盘。Hello 小翔，谢谢送了枫叶。他是谁啊？谁？伊芙琳吧，我猜。为什么他有两团？阿卡丽有两团啊。阿卡丽 OK 啊。对这样子，大陆跟台湾是没办法一起玩游戏的，大陆那边要翻墙吧。以前很认真，现在都上线。哎，我昨天打游戏，然后突然有个大陆人超级凶，不知道在凶什么意思，气死我。大陆人，对，真的，嗯，没有找我，对，对，好活动，又被风风测，陆服跟台服的差别。有，但是基亚娜是谁？希瓦娜，基亚娜。哦、oh, ，我知道，我看我在官网上看到他，他、哦，他看起来很像那个伊芙琳，只是他没有两根而已。很，来来来，很喜欢跟同学一起在网上五人一起玩的时光。哎、欸，我看到有人就是五个仔仔，然后坐在那边一起玩那种很像 RPG 游戏吧，那种冒险加 RPG 游戏那种感觉。可是他们聊天都看起来很开心，我觉得好可爱哦。嗯，就我们那天去，不是看五个仔仔坐一起坐一排，然后在聊天聊得很开心，然后打游戏这样。这个啦，
真的超问号的。对啊，真的很奇怪。还是要给他一点怕的。你觉得不好听这段？我不喜欢。这算什么 ？Rap 啊，老师。从很哇，这团最帅就艾克。你们爱的话，我战队来了，来玩了啊！我就没有想要玩电脑版啊。干嘛？没有。我觉得在手机版有获得到成就感，在电脑版只会获得到挫败感。算了，然后心情不要太痛苦，跟扮偶像一样，扮偶像不是在哪里扮不开心，只是要开心扮。可以组成一个队的吗？我不知道那个粉红色是谁。艾克是干嘛的？打野。是哦。嗯。阿卡丽上。亚素中。真的可以。那可以吧？他那个嘞，那个莫尔可以吗？那个 KD 也可以吗？凯撒下，阿九四可能还没走，他是八分的，八分辅助，还是像阿里中路、伊芙琳打野、阿卡丽上路，可以啊，哦，聪明，走翁带你们啊，这么没 AD， 凯撒不是吗？我不知道，凯撒是谁？队友旁边就有两个拖东西，会就那个。KDA KDA， 他在说 KDA。掌翁带我们，翁感觉就超，翁感觉就会喷爆我们，翁感觉在干嘛？哎，可翁耐心感觉就是满满的。我不知道，他感觉很厉害。七七感觉也很厉害，七七的桌垫是英雄联盟哎，就是那么大的，然后超多英雄那种很可爱 Q 版的。哪里啊？那还有老皮，跟阿宝，特别版。为什么？太软了。对啊，七七有玩啊，肉肉有玩激斗峡谷啊，刚好玩传说吧，还是这样。那时候他玩阿里，我记得。不，他们感觉都超强的。嗯，我们就是两个小弱势。那你不是说你厉害？之前没有啊，我没有很厉害，我朋友很厉害。哦，分糖分就对了。对，就是糖分的。我就是玩拉姆斯，然后在旁边滚滚滚的，尿板，好可爱的啦，就在那边乱冲。然后我们之前就是跟朋友打阿福，阿福是那种就是五只会是一样的英雄，嗯，然后我们就选拉姆斯，然后就五个人在那比速度，超好玩，超有趣，超喜欢他们。不要选我战队。Hello， 志怀。对啊，好玩就好啊。对啊，闪现呢？虚弱，虚弱。CD 很快，对，就很好玩。好喜欢阿福。阿福，对啊，阿福是吧？就想喝水。学校温泉速度键。想当年，刚觉得带我玩激斗的时候，就讲不要退后，不要挡兵，不要冲进塔里面，回来，超失控哎，你很可怕。没有，现在换我叫，快点回来。你好失控哎，那时候就是说，好可怕。你在塔里面，然后那噔噔，然后一直嘣嘣，一直打我。他一直打我，在玩基因克斯、啊，然后你又不是我也玩基因克斯，然后超脆，然后一下死掉了，太好笑。然后现在我不喜欢打入门，我就打中间玩家，然后就一直感觉回来，哦没了，对，只会往前，要勇往直前呢、啊。AIM 压力，就是有些人很喜欢打 AIM， 然后又硬要。又很想赢啊，就不知道在干嘛。没有啦，想赢是正常的。那是什么？
AIM 单中。哦，你的 AIM 不知道。阿拉，为什么是阿拉？你明明是 Aaron， 怎么样都是什么 Aaron 之类吧？阿拉什么东西？你在念咒吗 ？Aram。但周当谁不想赢就想赢啊！不会倒啊！那我坚持不打排位，因为我要想要维持铁牌，我不想要铜牌。不知道为什么。你打铁牌啊？嗯，哎，没有打，就是啊。哦。嗯。不我好久没有玩丹娜了，乱拍应该不想读。因为我现在没玩几次，洗掉了。啊！回来了。Why not join me? Come and play. I'm a shoulder in your这个是很好看，好烦。对啊，跟他一起，我们两个都一起买，然后就一起喝掉。其实跟好看没有沾到什么边，可是觉得它好看。对，帮我。飞也好看。还是好好看的，干嘛、啊？嗯，这里啊。嗯哼，嗯哼，嗯，飞好撩哦，嗯、好烦哦，撩屁撩、哦。你要不要跟他学习？不要再做直男了，好不好？再一次清超好看的，我很喜欢他脸上的那个 VI 吗？对，你要学什么 EVA？不然你们 EVE 然后止痛药 ？What？ 不要，我不要。他会不会这个刚好是跟罗马数字有关？六吗？对啊，还是四啊？六。六。会不会有关？然后有什么意义之类的？那我也很喜欢哦。如果后面疫情好转 ，TP 会在大陆吗？想很想见见大家，你可以来台湾。可以装太多，我们目前我们应该是不太会出去吧？我觉得我们出去机会都很少，出去也不会是我们吧？对，谢谢鳄鱼送了红玫瑰，哇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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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帅啊！那几个小影片的那些影片放大之后的悲哀，这个少女的笑，我的天哪！因为还老上学，所以不去图书馆。哇，那我们也要上学，我们也是有在上学的。对，总是会看到，至少也可以看到直播。为什么飞爱没有团呢？飞爱出去，飞爱为什么看起来会有团？飞爱肯定就是会像铁蝶这种的，不可能，你叫他跳舞是不可能的。阿卡丽都跳了，阿卡丽可以啊，飞爱不一样，飞爱不是同个等级的，不行吗？不一样啊，我觉得可以耶，可是我不想看。那为什么吉英克斯没有团？吉英克斯，吉英克斯不能，吉英克斯能相处吗？我问，他感觉。他应该是我想要看摇滚的团，可是他们是不是有一团啊，就是唢呐一个很狂野的造型的那个。哦、
有，是造型的。我想看他们组那种摇滚朋克团，本身就很朋克啊，本身紫金哥是完全朋克，菲亚也是啊，蒸汽朋克。你要改名叫了。很多人都没，大家有跳啊，每个小孩都有跳舞的键，真的假的？我知道，我记得电脑版是有这个东西、啊，有有跳舞的键。我记得是打游戏还是盖尔会把那个武器在头上转，还是干嘛的？好像拉姆斯会一直转，不然能怎样？坐在地上，很可爱、欸。没有口红了，为什么 ？Thank you。欸、我跟我那个同学玩，就加我好友的那个同学，叫电脑版好友的那个同学，他不能讲名字吧？没有代号。好，那知道了。然后他几乎没想到拼打给我。打什么？打野。打什么？玩家。手机，对啊，看他们用电脑吧。哦，一大师，我也要玩。没一大师，放出来，你放假有机会想来台湾，希望疫情快走开，真的，疫情快走，拜托。哎，是吗？我忘记了。疫情真的是下去，好酷哦！你的病毒用东西很酷哎。他就是做东西，嗯，一层膜，好像没有膜，两条 DNA， 一条基因，就是 N 条基因，它就一条，那感染的，然后就会控制我们的细胞，叫我们的细胞去复制它的军团，然后就啪，然后就死掉了。等一下，刚那个啪有点可怕。这么好骄傲，你也可以，你可以每场都被骗来。对啊，我也可以啊，我可以每场都被啊。我也可以啊，这有什么难的吗？等一下，哈哈哈！求姨妈鸡 ，Hello， 肉成块了。哼，重头重拳啊！你这打赏下路超顺的。我排位应该有点失控，不太会操作，但还行。然后的辅助超强，辅助是三娜，然后那辅助超猛的。上路超烂，上路零十零，然后他打团战从来没有参与过任何一场，然后一直在推他的塔，然后也没推成功，没推到那个塔的一半。对啊，那个达瑞斯不知道在干嘛，路人。对，先走吧。然后选上路超有，我每次遇到这种人，我都想说，嗯，应该是新手，嗯，就放着他，嗯，谁没有当过新手这样？当对面中心，对对，唐分位，不一定吧？上面就是不知不觉就把他打推掉的那种人。B D， 什么？谁？难道是你们的朋友吗？啊，很亲密，干嘛？感觉少女心呐、啊，隔着荧幕都可以看到感觉，哎，冒花花，嘿嘿，帅，动起来更帅，彩音，我好想要长这样哦，好想要长这种欧美脸哦，你化个妆就可以了，要不要化妆？现在，我觉得头戴比较快。不需要，我觉得你已经很印尼人了。印尼，我问印尼是欧美吗？上路选坦才会有参与感，什么意思？你都帮人家挡吗？看起来看得蛮好，看肥爱，哎，好帅哦！就跟你说肥爱很帅，你还说肥爱粉红色头发，对啊，就粉红色头发、啊，就很好看啊。给他撑得起来啊！那个凯特人感觉就是凯特人的造型，等于就是个超级有够路人的。权威吗？对啊，就是他游戏的造型也是就很路人。
就是我查过飞凯特琳超多次，我永远不记得凯特琳是谁，对不对？你看印尼画欧美妆很好看，我知道，可是我刚刚说欧美脸，你跟我说印尼吗？你就画欧美妆，我想画男妆，我哪有很印尼耶？可是我不会画，我还好吧，那眉毛粗一点就，你这难找语句的人啊。南岛语是语言的语，南岛语系的人的有类似的面孔，但他不一定来自同一个族群。要不要画妆？你帮我画。我考虑。全台要参加。哪个台湾人不是南岛语系？就是 B D 的 B D。哇、啊、哇，那我们就是没有，我们团战永远只有三个人，然后还有个导演贾克斯在原地空跳。阿六说哪个台湾人不是南岛语系的？就是汉人不是啊。你吗？我很少年感，是啊，我是啊，的确是，我是个小少年。你是直男。难怪我们会输，为了拿造型，不怪我们的。什么的造型？非爱吗？已经有喽。嗯，拿到喽，我们也拿到喽，但是不会用哦。我以为它特效会不一样，跟一样好像，没有看不出来，就是那个造型的不是那什么，是特效啊，就是那个什么游戏的那个出招的特效，有些会不一样。一样哦。对，他们一样。就懒懒的、啊，你还没拿，赶快打！飞爱动起来，飞爱出狱之后超帅的，飞爱进监狱前还好，就是个普通的孩子，出来进去之后是经过什么？对啊，那到底经历什么？我天哪 ！Oh my god！ 刚刚就想进去一次，我想进去，哎，没有，直接断掉。宋林应该都不太会有，为什么？买角色、买造型、是打电脑，没有。一，今日の髪は普通です。电玩高手一自己就有变，非爱没有变啊。我们在说非爱的奥数的造型。非爱跟伊泽瑞尔谁比较帅？非爱。救命！这个世界要塌了。一个主题造型 ，Easy 公仔到现在都还没打。等一下，超级超级宝贝 ，Hello， 朋友咪咪 ，Hello， 凯文，嗯，不喜欢杰西，不喜欢。教授好可怜，嗯，教授好可爱，教授好可爱。Hello， 狐狸司机，杰西很瘦，这个男生，我们班男生也是，这个活动一直出他一定要买杰西，把天地人民成员集结成一个小分队，搞不好。杰西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他的行径也正常，但是我不喜欢他，我不喜欢他哪一点，但是也不太喜欢他。不喜欢，我也不喜欢，不好看，就是书生啊，就不好看。这球是外貌，他是这里面最贴近正常人的打扮的，很帅啊。那个人是喜欢吉音哎，我本来就蛮喜欢他，但是我不会玩他，所以就。法法跟云杰比起来，法法比较黑，这是废话吧？我是全团最黑，没有人跟我比，好不好？那他怎么会把我跟他比？说我白可不是个对我不尊重啊！什么？什么啊？在讲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
但是旁边都还没跑出来。杰西造型不差，我也不知道是不是颜值，可这剧把他塑造的比较背叛你朋友的那种感，一开始有背叛朋友的感觉吧，觉得太冲了。怎么会有这首歌啊？ Best song for playing。 呵呵，When the sun loves the moon， 都给他开下去。有，就那一次我们去打游戏，然后再看那个脚，再让我入坑电脑版那一次，后面大部分的时间都在看角色的造型，其他都跟都没有关系，还有一大师说笑话，对，明天一家生日，还是等一下还要直播，大家去祝他生日快乐。你都听那个睡觉会不会太热血？你是说一大师说笑话吗？确定。谢谢新鲜柠檬的 pumpkin。蹦蹦蹦蹦蹦。哎，想听那个他们唱现场版的。Worry。啊！怎么那么快？怎么那么滑顺？哎。那是开幕表演。OK。明天也是你生日哦，家君，快乐！酷哦，跟你家同天生日，生日快乐啊！先祝一下。既然入坑了，那你们有看当年 TPA 的冠夺冠比赛吗？没有。没有。我那时候知道台湾得过冠军，我是吓烂的，我那么猛哦，这样子。就这样，我仅此这样，我只查维基百科查到这里而已。笑话，今天对我反穿，谢谢新鲜柠檬的 pumpkin， 叫做 Lucy， 来自英雄联盟，大家都叫我黑人，的枪法快很准，我身强大带风，还会变强蹦蹦。你们那又有点问号的表情看我，哈，哈。对，是啊，就很久以前。快乐，我都没有看欸。嗯，看不懂。看他们哭的时候很小出來，因为我太远了，我都没有看。Hello， 演演 Y， 这个变成新鲜柠檬是吗 ？Popcorn， Hello， 进。反正我今天考完试，我现在很开心。我今天到明天为止都不要读任何书，好可悲哦！这礼拜一还要考试，哭吗？不能连我的。好 ，Give me your 八个 F， 进个礼物。好饱哦！对，我生日还有一个月，我要上十岁了，好可怕哦，压力好大哦。我再也不是小孩子了，我天哪！我就是
绝对再也回不去了哎！天哪！挺可爱的，妈！你给拉到中间，刚刚不是这个就是，不是这个、啊，哈哈，跑了一辈子，但不是这个。这飞也能开多久？就问。Oh, the misery. Everybody wants to be a misery. 这个吧。Enemy.好酷，还有去现场，那什么都看不到。还有听表演哦，重点。这是哪里啊？2014。OK。好酷哦，你看，还有那个。哇，好累哦。哦，好酷哦。中国吧。什么？我不知道，就是亚洲国家，韩国。韩国怎么那么猛啊？塞车了，塞车了。现场感觉轰隆隆隆，好累哦！啊，他们得到这个奖杯啊！如果那奖杯，如果他们吵架，要分给谁啊？公司？他们有公司哦？有吧？为什么要公司？这也是有经纪公司的吧？就可能什么什么娱乐啊？哦。Quadrakill, Pentakill. 好热血哦！天哪，这是我目前看到最热血的比赛嘞，酷吧？我喜欢哪个星座？阿六，当然喜欢摩羯座啊！什么东西？阿六，你在说什么？没有在看，我们在看表演。我目前世界赛的东西，我只看了表演。还有一坨那个交响乐团，然后他的鼓手，哪里有在这一层的下面，交响乐通常都是最下层的，他很超帅，都是 CN 的。位置超高，然后他只拍到鼓手在起响，然后什么都没拍到，对，超奇怪的。对啊，给我出现其他人呢、啊？哎、欸，那个吉他手的那个胖，吉他手的吉他是金全金的，就是金色、啊，不是说材质。对对对，在看杰鲁那个胖 Final Championship Final 2014。謝謝表演，你要再看那个 Imagine Dragon。呜，这鼓超爽，超累。那会不会打到鼓王喷飞啊？哇塞！超猛，好好，你听他 solo， 他的吉他好 bling 哦，好酷哦，好酷哦，跟他一样，头发好扰乱哦，刚那个鼓超爽的，再一次。大家，他就是这样子洗脑人的，你们感受到了吗？平常可能要再重播个十次左右。太不夸张。在现场有没有刘晓晴洗脑？干嘛？
弟弟舞。他们看起来很尴尬，怎么了？我想要在这里拉琴，加油！加油！我也想过，我当不成偶像，我就要当偶像的乐手，我就可以看他表演，还可以赚钱。你想过？对，酷哦！哎，看那个，好像我哥哦。哪一个？这个。哦，哥哥什么时候参加世界赛？今天台湾 BYG 打得不错，那我等下我们之后来看看。刚刚你觉得躺在法法手上，他刚刚躺在我手上吗？嗯。不知道。这是用金子去。你可以看比赛，蛮热血的。好，我想说比赛不会很冗长，大概一场多久啊？走啊！是手机太短了吧？电脑蛮通常一场都才到三十分钟，手机只要15到20。没有，可以到40。手机吗？嗯。你说玩家？嗯，对。Hello, everyone. Hi. Welcome. 嗯。感觉回家会伤心啊！你记得吗？好用力哦，他。Hello。三十多了。哇，你的那个倒退怎么那么快啊？棒棒。谁不想要看？边看偶像边表演边赚钱呢，是吧？我饱到不行，我饱快吐了。这个85块的便当可以给我饱到下手。眼线吗？没关系，他画完了。完了，帮我哥也帮他画好了。那个不行。我们可以听听别的歌了吗？等这个播完，这个还有20分钟。等一下，再刷眼袋。笑死我！喂。
觉得等一下比起看世界赛，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先打一场。对，打吗？等一下，玩家。好，好。那你要玩什么？玩下路啊。那我要玩悲哀。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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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玩家打野，超可怕。对啊，跟我开玩笑。练呐、啊，我，你有看到我上一次阿姆没有带重机吗？我没有看到啊，所以我才去下路啊。所以我才去下路啊，我想说你走了，然后那个露露也不知道在干嘛。快点，你算算。没有，他就是2014到2012。那平台的空，那你猜我这个颜料是吧？超像的，然后是酷狗红，我想到你要拿油画什么广告颜料涂到脸上。对，我只会逛街，我只会去打下面，然后打。他就是一个疯狂打野怪，然后没有要救人，就是把野怪都吃光，赚一堆钱，那在干嘛？好爽啊！没有，因为我然后也不吃龙，我就不会打野啊！我就是因为我本来。本来选，好酷！我第一次用这种刷刷的，谁爱吧？反正他不是自动会选那个终极嘛。后来我就想说，算了，我不会玩飞爱，我就改成阿木木。然后我就没有发现他改掉不是终极。有没有听过这首歌？我也没听过。然后我就开始，我就进去，我想说，糟了，不太对。但是五路就都有人了，就我上路啊，是单机。可是你上去，而且那时候有露露。可露露在上路在干嘛吗？露露不会玩。到今天选七神号，其实我刚我一直都可以七神号，只要我擦口红，我吃饭口红都掉了。Hello 盖瑞，游戏里在过自己的人生的。啥？在游戏里过自己的自己的人生，自己的人生，自己的人生。好饱哦！肚子要裂开了，感觉。你的胃太小了吧？对，这就是我瘦的原因。呜！要不然怎么治头发？不行，我心里有人的，不行。要不要来粉色头发？我吗？对啊。不要。要生的，他说你要生的。对。哇。八个月。大概一天三七两个小时，太早餐了吧？那我要快下班嘞。今天播了很久，但是都没有什么内容。明天，我心里的人是非爱。我的天哪，你超夸张！这个给男生吃就刚好，真的，这个可以，这个不是给女生吃的分量，这个价格，这可以全两个人吃，我觉得一个人吃太勉强。我觉得这可以，这个肉量超多，就是我刚吃到最后剩一堆肉，还有肥肉，肥肉跟肉都不能自己单一吃下去，要配饭，可吃饭要更饱，所以我觉得这个适合再加一碗饭，然后两个人分着吃。我是说，我说帅帅的人，我也想，我也想要变得肩膀很宽，但是他们不想。我想要有你的肩膀，其他都算了。我想要有你的脚，还有眉毛，不要不要。哼，我就完美，哈，我很完美。是哦，闭嘴！这是肌肉。这个 DJ 也蛮有名的 ，ZEDD。成为肥肉，笑死！不用成为，已经是。他想喝波蜜哦。看出来什么意思？要叫自己的手哎！
想要成为像暗示什么 Leona。他就说你一直在头上闪，什么意思？是不是在头上闪？我吗？不知道。你头上闪哦？什么意思？不知道。肌肉还是？我哪边放了？成为肥宅可以，都是成为肥肉就不是一类了，笑死！直接换个物种，只剩肉。再摸我这一脚下去，你可能会死。谢谢庆，暗示要跟。Hello， 小迪哥 ，Hello。我一直在吃啊，我一直在吃他的晚餐，好爽，好好吃。瑞兹，瑞兹很常出现在漫画跟 MV 里面，他到底是谁啊？古老人类。我现在不想吃任何东西，我觉得吃到闻到都反胃。那你如果搂里面的角色，你最想要变成谁？回来啊！我想要变那种，就是阿姆那个。不要！不要！我就在宇宙里面飘。OK 啦，谢谢宇宙的 OK。OK 啦。我要变成雷欧娜。那我有一次梦到雷欧娜跟戴安娜，然后有一集目是我是戴安娜，然后我觉得雷欧娜超烫的，她很像一个那种被贴镜子靠镜子触摸那种路边摊的那个锅炉。摩甘娜比较帅，摩甘娜我还好，摩甘娜也没有黑眼珠哎、欸。雷奥利奈，雷奥利是谁？你说是猎人那个吗？猎人。好。雷奥利奥。已经不是。艾希好赞。可是我不想住在艾希这个地方，那地方是什么鬼地方？艾希的居住环境很不友善。嗯，我也不喜欢德玛西亚。有德玛西亚不友善吗？德玛西亚反魔法哎、欸，就是那种。德玛西亚不友善吗？什么意思？艾希的地方。有啊，它是这个，还会饿死的那种。我不知道。是那种北荒原呢、啊，北边的地方。艾欧尼亚最棒的啦，是那种灵魂啊，那种灵气的地方。不求妈长得像伊维利亚。你妈？对，你跟你妈长得一模一样哎、欸。真的？等一下。不一样，她的打扮啊，会讲的话，又很伊维利亚。就那种很真心的东西，要升天的那种。为什么德玛西亚？可是德玛西亚有唢呐也很香哎、欸。可是，那个什么艾欧尼亚有阿里耶、欸，艾欧尼亚还有艾欧里有，还有萨雅哎、欸，艾欧尼亚还有那个哎、欸、伊维利亚，还有阿卡利耶、欸。刚刚那个是怎样？想怎样？还有很多奇怪的人跳出来，还有凯尼。那没朋友是哪里啊？没有，直接叫人没。苏瑞玛，来自苏瑞玛吧。可是他可能旅行到其他地方，他遇到安妮耶。天气的呢？安妮不愿意跟他做朋友，是不是？安妮对，他就没朋友啊，他就好可怜。他就有一个诅咒，就是没朋友诅咒。你是不是也有？哦，那你是什么？是人。真是很讽刺，爱心练那么久的剑，然后嘣拔掉。虽然不是啊，虽然不是他射的箭，可是很我等一下觉得很烂的，不觉得吗？这就是高云觉得高级，高云觉得啊，念榜了第10名。
可是盖伦超好用的，对啊，盖伦真的很可爱，可是我超讨厌他的。第十名。就是那种古板死脑筋东西。可是也我也不喜欢，我不喜欢帝国大帝国那种的。虽然说雷文跟卡特莲娜都很正，都在洛克萨斯，但是还洛克萨斯还好，就是那种侵略型帝国还好。我来的攻击。第十名是吕冠，谢谢吕冠。你被问达瑞斯还是达瑞文啊？都不喜欢。我喜欢第八名是傅伟，谢谢傅伟，第九名是丁佳佑，等在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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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觉得他的攻击很有趣。哦、他很帅啊，他长得超帅的，就很拜拜印度人的感觉。辛苦了，拜拜拜。好的，我要念榜了，拜拜。